嗯，哎呦，今天是我这叫刮痧手法第二弹，然后抹了一个橘子霜，老师橘子霜，直接用它来提拉。我上次看好多那个姐妹们对这个手法很感兴趣，咱是学不来的手法，分手吧，销魂多美吧。这是先提那个脸颊的是吧？急速消毒。这是拿去退潮的吧？好，但是那个刮完以后，整个眉毛都上去了。底妆润润的，那个消肿夺魂已经搞定了，然后现在给我上一层防晒，我现在脸已经很润了，有了那个橘子霜。给我整上那个整式的先弄提亮是吧？你要给我画那个大额头。对，改良版。试一说打底，然后一层遮瑕，然后再蒸我啊！我要做美甲了，今天不用自己做了。现在弄我的小发型儿，外翘版一周女。今天我有了美甲师，不是自己是美甲师了，扎了个大黑长指甲，然后穿了个大毛。好了，我的口红，然后整上了，然后穿一个大毛。